OK， 今天来到了 Nabe 日式火锅，要来挑战他们的大胃王。第一名的话会有价值10000块的奖品。挑战内容是要吃100盎司的培根猪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去吃，走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Emily knew. She fucked up. 你要在2分钟内吃完才可以赢大胃王第一。等下，我打扑克手。哇，全部打捞上来。加油！好，已经超越我们第一轮的时间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第二轮没有人挑战成功，好好残酷，没有 PK 成功。但是下周还有一轮，你可以再来挑战。要我好，我怕。他已经怕了，不敢再提了。
看那个肉片，油有一半。哎呀，这锅子都是油，天哪！像这种就还好，这种还比较多。哦，这个油至少是一半。好好吃，太好吃，不想吃了。你不吃了？干嘛吃一点？可以啊，一口。吃的完就不想吃了。OK， 刚挑战完成，那结果很遗憾没有吃完。我觉得这个挑战最难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吃到后面的时候，那个油脂真的是会非常的恶心，然后导致我没有办法把它吃完。那下次想要看我挑战什么或者是吃什么，记得留言底下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